这什么这呀？这个呀是咱家小伙伴想你今天挑战一天只吃带水字的食物。那水有啥？我跟你说啊，咱家小伙伴都说了，只要咱们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同学都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，那能拿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先给小胖来一盘辛辣水煮肉片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份水果捞。哎呦我的妈！不错不错。午饭给小胖来一盘猪肉水饺。然后再来一盘猪香口水鸡。真香呀！香啊！晚饭给小胖来一杯超级好喝的白开水。喝完还有一杯。我太难了。今天吃的真是水汪汪啊。